意坤宫去的，既然是送给本宫的，便让他们停下来，也好让咱们端午节好好吃个新鲜。是娘娘，来，你快过来，皇妃娘娘吉祥。既然这是送给本宫的东西，那你就放这儿就行了。皇妃娘娘，粽子，粽子，有话快说。粽子是皇上让奴才送去给沈贵人的。什么？你说这是沈贵人的？害怕他那个样子刺太多会太蠢。娘娘恕罪，娘娘恕罪，奴婢带了一个东西，是只有娘娘您才有的。什么东西？这是康健保护力益生菌奶粉，让你天天养好菌，调体质。娘娘有好的体质，就会有你。